你干什么？你有病吧？就是你。你不用装不认识我啊。我就是不认识。哎呦！哎，你别走啊！你拉着干嘛呀？你送我，快快过！你不用管我，坐那儿去。来都来了，就别走了，大家一起玩会儿吧。来，欢迎新朋友。 来，大家哎，霍霍，我先走了。你心里要是没鬼，你躲什么呀？对不对？那就一起玩呗。我们玩007，来。什么叫007？不用你会来，怎么玩啊？解释一下。你凭什么不会呀你？啊，那我再说一下啊。007就是我喊你完了，你说零，你再喊一下他也说零，完了他再喊一个77，完了就biu，然后两边人举手。 醉了，一起喝呀！你继续喝吧，我去睡觉了。嗯，你要吃多少安眠药才能睡啊？ 喝完了就赶紧回去休息了。今天过节嘛，我都没有玩够。我现在太累了。看来，你的小朋友没有让你快乐啊，志远。人家也许有人家的王子。 不过没关系啊，你可以回来做我的王子啊。回来嘛。你永远都自作聪明。什么叫自作聪明啊？那我就送到这儿了。 你上去，我看你上楼。你回去吧。嗯，那好吧，那我先走了。拜拜。倩倩。 你跟沈侯，我俩复合了。你不是说不会跟他复合吗？嗯，我就是想再给自己一次机会。也是，不要让自己留遗憾。嗯。走吧，走吧，回去了。
喂，来我这一趟吧。你不喜欢我，你不用把我推给别人，我就想躺会儿都不行。不用让别人来接我，我自己走。哎，你不能开车。你别管我。我问你妈呢，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知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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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长得最帅的那个，对吧？你等会儿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那些在女生宿舍楼下就是你啊！哼，啊？你说完了吗？嗯。你干什么？对不起啊。